什么要发脾气？是因为你要拿毛巾，奶奶把它没让你自己拿，是吧？就这么件事情，是不是？就这么点事情，你要发脾气扔东西打人是吗？我给你拍下来呢，下次老师来家访呢，我来告诉他，这样的小朋友他收不收啊？你现在长大了啊，要懂规矩了啊，不能像小时候一样不讲道理，知道不知道？小的时候别人都让着你，知道不知道？哥哥要是这样的话，早就被拎出去了，拎到大门外了，知道吧？因为他比你更大了，更不应该这样发脾气，对不对？以后你再大再乱发脾气，越来越严厉啊，措施。你现在反省一下，在那儿。